Hello， 我终于来到这里了。这个是我一生中看的最大尊的佛像。寺庙，今天我走了很多寺庙了，也算是一个朝圣的功德了。一边旅行，一边在累积功德了。第一次看到这个寺庙是非常的兴奋，是因为它的佛像是非常的大尊，应该是有三四层楼这么大。在马来西亚你永远是看不到这么大的佛像的。佛陀一共有几个名号你们知道吗？佛陀本来是有无量无边的名号，由于众生是个健忘的众生，所以佛陀就把无量无边的名号做成十个名号。那十个名号呢，就是如来、应供、正偏知、明行足、善事、世间解、无上士、调御丈夫、天人师、佛世尊。每一个名号都有他的功德，无量无边的功德，所以你们要记住，佛陀就是天人导师。